他们太机智了，啥也不说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先转瓶子决定首轮的对战关系。第一位，李欣。It's okay, it's okay. 和核心武器对战的是一波王炸蹦战队。哎呦喂！我们转一下第三个出场的顺序。我还需要转吗，哥？你先来也可以。腾哥的嘴最近太坏了，哥。没有，碰巧了，碰巧。好，现在四位队长，你们要派出首轮出战的名单，写在手卡上，交给我。对，我们要先写。对，所以其实不确定，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先派哪一种。哦，他不是对应的人派对应的人上。对。就是有可能你们对上双人，我们对上多人，有可能啊，明白。因为其实也不确定的，现在就不确定他们第一组会放谁。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出那个 Go Go Brown 那组。Who gonna be first？ 谁来第一个 ？Who？ 他们好像第一组应该上 Go Go。你们先上。可以啊，先上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那你们第二个上吧。嗯，我们第二个中间一点。嗯，位置好一点，因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评审团们都已经看过四个作品了，来一个纯跳舞，然后出来一个纯跳舞的。对，如果最后一个的话，我怕视觉会拉到很后，对，大家会很对吧？因为押宝押他们身上。 Who gonna be first？ OK， we go first。 OK， cool。 我的想法先11组先出，完之后是肖杰组出，最后你们两个人，好吧？我觉得先热热场。好 ，OK。So we go first. OK. OK. 嗯。First round. Yes. 你过来，你过来看一下他们会选谁，看一下，就看一下。感觉是以 Rookie。我觉得他们不会先出马小龙，我觉得会出肖杰，肖杰或小杰 ，whatever dance against。我觉得第三个会是马师，因为一开始出马小龙跟阿 K 桑那个，大家看不清楚状态。哎，那如果是这样就稳赢了。第一组不会是他们，你们哪组？啊，我醒了，你们哪组？你们哪组？我们先上，派我，我自己上，我为了我们的战队。给歪歪，我派你啊 ，solo。歪歪，歪歪去。他们太机智了，啥也不说了。我压在你们上 ，OK？ 你跟小吉就稳赢了，就可以压了。